现在是评审讲评时间，首先请张礼宏老师上台讲评。喂，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参赛的同学，大家好，你们听得见我讲话吗 ？OK， 你好，那个我今天非常荣幸啊，你听不太见，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到这边来，当各位的评审。那今天的评审们呢，就觉得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大部分的表现非常好啊。那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议，那但是主办单位规定我要讲五分钟，那我就吹毛求疵一点啊。首先我也要谢谢我们的主办的单位哈，他把这个环境弄得非常好，那他们也很辛苦，从台湾各地来哈，帮你们举办这个这个活动。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外交部的长官跟我们讲说，这个已经办了16年了。我想这16年以来哈，这个好像都没什么改变。那我希望做一点建议，就是说能够我们是不是裁判、同仁和参赛的同学能够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啊？也许你可以提个问题啊，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或者是呢？裁判们问同学们几个问题，就我们的观察哈，我们会有一些猜测，会不会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其实是不难解决的哈。因为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很努力，那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题，尤其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还好，你们都还愿意在。当然不会是为了来听我的讲评，是因为等一下要公布呢18队，对吧？那明天呢？你们一半的人都不来了，好，那我们就失去了一个跟你沟通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非常可惜哈。那我不晓得这个主办单位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改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同学也来自于外地哈，很远的跑过来，然后如果没有入选前18名的话，明天又要要跑来赶来哈，可能也有点这个不太方便。好，我大概把这个问题先对这个主办单位先讲了哈。第二个呢，我想做一个总体的建议，就是各位是不是可以能够尽量利用我们这么好的场地哈，不需要用喊叫的哈。那有的时候你的声音实在非常非常大，那也不需要这个太小声，让我听不太见哈。我们其实坐在前面的第5排、第6排的样子啊，其实蛮能够听得到，只要你有讲哈。好，另外有一点，我有一点好奇啦，就是说，我每一个月我都会大概花3个礼拜哈，会有3个礼拜三，我会到高雄的这个偏乡的小学去观课议课哈。那我看到小学生的表演哈，好像跟高中生也有点类似的地方哎，哦，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的动作不需要那么的天真哈，不需要那么的这个像小朋友哈，你如果你是高中生，你就看起来你的言行举止就像高中生就好了啊。再来，我们有一个评比的项目叫做Creativity， 是不是啊？有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如果我看到的大概都是出现太多次的 stinky tofu， pearl milk tea， 还有 oolong tea， 那这样子大概你的 creativity 不会太高吧？那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你做准备的时候，你是不是想一想别人大概也会讲些什么？那我们是不是稍微避开哈，不需要重复太多别人可能也会涉猎到的地方哈。另外呢，我觉得适度的自信当然很好啊，但过度的骄傲呢，我觉得大可不必。那刻板的印象呢，越少越好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点点建议。好，那这个杂七杂八的东西啊，说的差不多了。那我最后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裁判里面
也有来自于以前在中部评审的老师啊。那么他好像说我们南部的学生的这个发音呢、好像跟北部啊跟中部比起来有些不同。那我不太相信说啊，你没有美国老师、没有英国老师的帮助，你一定不能够把发音弄好。我觉得只要认真啊，然后把这个发音的问题好好的跟老师切磋一下，我相信还是可以到达一定的这个地步哈。倒不是说你一定要讲的像个Native speaker， 倒不是这样，但是你的发音可以尽量的清楚一些。好，那我今天呢就仅就这个发音的部分呢跟各位这个讨论一下。比如说如果你的发音影响到了这个意思的话，我就觉得那可能是首先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 我有在今天的时候听到有 The snakeTastes good， 那如果你的 ache 和 ack， 你会这个是母音的问题，好，这是母音的问题。那么这个是属于 segmentals 的部分，好，那当然还有 super segmentals， 那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可以去力求改善的，大概就是会影响意思的哈。比如说还有。比如说 taste good， 我今天有听到 the snacks taste good， 那如果是 a 跟 a， 其实我们不管你的母语是闽南语、客家话还是国语，其实你都是念得出来的，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OK， 我还听到，比如说。It's about time, no problem， 有没有？好像这个非常普遍的。那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借着刻意的纠正哈，然后多几次的练习哈，提醒你自己啊。你把这个双唇闭起来啊，比如说 It's about time 啊，这个 no problem， 其实不会太难，你只要注意一下，把那个嘴巴闭起来。那我在屏东大学的英语系呢，有开一堂课。叫做英语发音练习，那个是给一年级的学生。那我现在呢，也在此呢欢迎各位，如果你愿意来屏东大学这个来这堂课旁听的话，我会非常欢迎你。好，我是非常欢迎你。我还听到一个说 I can't image。好，那这个 I can't image， 你又影响到了它意义喽。好，所以要特别注意。I can't imagine， 好，你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好，我猜你大概是这个意思。哦，我还看到一个 I wear you， 我听到一个 I wear casual clothes， 那没有 clothes 这个字了，所以casual clothes， formal clothes 就好了，好，不用 clothes。另外我刚刚讲的就说这是一个 segmentals 的问题啊，那么还有 super segmentals 的部分，像我们的这个，我们是一个中文大概会被人家叫做是一个 tone language， 那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念得很重，每个音节都很重，所以我会建议你是不是可以想一下，我这一句话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字，或者哪两个字，或哪一个片语。然后你把它加强，另外的呢就很自然的看看是不是能够不要每个音节都很重，那这样子你就听不出来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哈。那你这个音调呢也会影响到，比如说你对重音的理解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知道 Malaysia， 好，你是念第二个重音，对不对？ China 是第一个重音， Taiwan 是第二个重音。Policy 是第一个重音 ，Company 是第一个重音 ，Possible 是第一个重音，对不对？所以你在把它变成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问句的时候，它哪一个重音节发重音，它在提问的时候就应该那个重音呢，通常是被强调出来的。也就是说，假如说你说很惊讶的说
Malaysia 啊 China， 可是我今天听到很多，他都是把最后一个音拉高，把它变成一个问句，这样会一个问题啊？你听看这样对不对啊 ？Malaysia， China， policy， company， possible， 有没有？啊，但是呢，这个台湾，哎，这个就对了，对不对？为什么台湾这样就对了呢？因为你本来台湾，你那个重音就在 one 啊，就在第二个重音啊，所以你在拉高的时候，当然还是拉高那个重音嘛。所以你就不会，这个我在小学也是碰到啊，小学生呢，他们会说爱斯基摩人住在那个冰屋里面，他们会说 igloo， 他就是完全不管他的重音在哪里，一律拉高最后音节就对了。那这个方式呢，可能我们值得再考虑一下。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啊，如果它出现太多次的，那我就再提一下，也就是 south， 那么它加了 er n 的时候变成了 southern， 好，不是 southern， 好，不是 southern， 是 southern 哈。然后还有一个我看到也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不能把音节丢掉，好，你加也不对，丢掉也不对。比如说我听到了这个什么 high technology， 啊 ，technology。你是丢掉了一个音节哦，好，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哈。Technology， 好，那个最后那个 technology 的那个最后一个音节不能够丢掉，丢掉就不对了哈。好，那么另外有一些我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进步，所以我最后呢还是呼吁大家，就算你明天不来，我也希望你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你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啊，准备了有很多学校不止一年，很多这个。高中的校长告诉我说，英语老师都不太愿意准备这个英语小尖兵，因为太辛苦了。我知道大家非常辛苦，你们有今天的成就呢，非常好。那我知道各位同学也很多是学校的精英，有一些礼拜一我还才在台南女中看到你们呢，我今天又看到你们来了啊，这个你们身上真的肩负的很多的这个使命与任务啊，那个。但是真的务必回去要好好的看一下，我们的裁判长呢会把我们所有的裁判的意见呢通通写成文字啊，然后放在网上，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看一下。过去凡是有看的都有一些进步哈，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少人讲，但是也出现过像 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 啊， your watching 呢，这个大概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这个 your 不太需要哈。那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年，哎，现在越来越少了哈。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这个是可以的 ，your attention fine 哈。或者就是 thank you 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 your something? Your something 好，那你非要 your something， 你可以 I appreciate your something， 这样子可以嘛哈 ？I appreciate your listening。那么，所以那个。哎，我看还有什么 ？OK， 最后一个 ，I promise， 那个要把每个母音要念清楚。Ow， 来跟我念一遍。Ow， 所以呢 ，hometown， hometown， 你不要，我听了好多的 hometown 啊 ，hometown 啊，那 hometown 的话呢，就不是你就没有念 ow 的音母音，你就忘掉了哈。我想。哦，还有一个 ，Thank you, teacher。Teacher 好像不太常常被用来直接对老师的称呼了，所以这一点呢，大概稍微跟您提一下。还有一些什么文法的问题呢？比如说，It's very tired。我有听到这样的 ，It's very tired。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的工作很辛苦吧？大概是要讲 hard work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他说 tired， it's very tired，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呢，以上是我非常吹毛求疵，当了老师太久了，然后那个不找点毛病，好像没有办法交代过去的评价啊。那总的来说呢，如果我有资格给各位打分数的话，大概每个都是A 级以上的分数都非常非常好的分数哈。那我是屏东大学英语系的张李红。如果
你愿意在会后再跟我联系的话，我也非常欢迎。如果能够为你有什么服务的地方，请跟我联络。好，谢谢大家。大家好。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更好，所以我讲英文好不好？好 ，OK。I won't talk about your pronunciation or your gestures, which sometimes were not quite appropriate. Because that's really an individual problem. You'll need to talk to other people who watch you individually.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general form of your present, of your skits. For me, one problem that showed up several times, I felt like you were lecturing to me or making an advertisement, right? You were promoting an idea in a direct way, and that often was more effective if you could build a story around that idea. So the groups that had more of a story that performed the idea for me, I think were more effective than standing and talking directly to me. Now, I think you may need a little bit of direct speech, that's okay. But if you can make more of a story around it, that's often a more effective way of communicating. It's more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other problem is a cultural problem. And what's one of our strengths in Taiwan? We're a democratic country, we have free speech, and this program is problematic because it's combining two areas of our society, our economic goals and our cultural goals. Economic and cultural goals. Should we be critical of that? I think we should. I think that almost every group gave me a very positive feeling about this program. We have no criticisms of Tsai Ing-wen. We have no criticisms of Go South. Being critical doesn't mean that you attack it or you say it's stupid, but I think there's a space for irony in some of the sketches and some of the skits. A couple of groups did that. I could feel that there's a bit of tension between reality and the ideals we have. And that's a healthy thing in a political democracy. So I encourage that, okay? How can you achieve that? Possibly through humor, possibly through some ironic gesture. I don't know. That's a challenge. T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you have to face,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and congratulations. You did a wonderful job.老师还有各位同学我很谢谢主办单位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我。那接下来我要公布的是我们今天在南区的整个比赛第一回合的这个入围的学校。那在公布之前呢，我觉得各位真的是谢谢你们哈，我们从早上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同仁，还有跟各位学校的老师跟同学，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在舞台上用我们自己的母语讲话已经很困难了，我想各位一定有这种感受。现在就是今天你们用一个你们就是不是你们的母语的外语，在这边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表现，然后展现了你们很多的创意，然后呢非常流畅的呢把你们所准备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我跟评审还有跟我们的工作同仁真的都非常的觉得很就是很 amazing，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真的做得很好。那我想刚才我们两位这个张教授跟这个严教授给大家讲评，大家一定觉得收获很多。那我觉得学习语言，我想很多老师可能跟我的见解是一样的，只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像我跟我的同事，英文是我们派驻在外国工作语言，即使我们从
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开始学习，一直到现在，然后到外交部里面去服务已经很多年，我们还是不断的在修正我们的发音，在精进我们的文法。那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就是一个 dynamic， 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活的一个这个文字。那刚才在两位这个评审的讲评里面，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课，因为其实外交部跟教育部办了16年的外交小尖兵，为什么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还有老师在学习英文或是指导英文的过程，除了精进我们的这个英文的能力之外，可以就是说透过语言去了解一个你们关心的一个文化的对象或是团体，然后更了解你们想要去这个传达的这个就是一个文明的内涵。我想刚才两位这个评审其实跟你们分享了很多，就是觉得说透过语言真的是可以跟你所在的区域或是跟你这个整个就是国际的脉动是连接在一起的。好了，我知道各位很紧张了齁，那我觉得今天很棒，我真的谢谢你们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天。那等一下我要公布的今天我们有36个学校来报名参加，那我们的评审里面呢选出了19名，本来我们是要18名可是因为我们有同分的学校，后来我们决定就是让我们同分的学校晋级。那接下来我要 announce 的，那请各位呢就是仔细的我会念你们的学校编号好吗 ？OK， 编号2号的学校，OK， 恭喜你们 ，OK， 好，编号3号的学校，恭喜你们。还有接下来是7号 ，OK， 恭喜你们。接下来是9号，编号，谢谢，恭喜你们。编号10号的学校同学，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了。下一个是11号 ，OK， 恭喜你们 ，OK。下一个学校是13号，下一个学校是14号 ，OK。好，我要让我们的摄影师帮你们留几秒钟这样子 ，OK。好，恭喜你们，下一个学校是15号，恭喜你们。我们的摄影师有抓到镜头了。下一个学校是17号 ，OK， 恭喜你们。好，我们下一个入围的学校是18号，编号18号的学校已经离开了吗 ？OK， 好。我们下一个学校是编号19号，恭喜你们。下一个学校是21号，21号哦，我们的同学然后下一个编号22号 ，OK。好，我们的摄影师应该有抓到你们的镜头了。下一个学校是24号 ，OK， 恭喜你们。下一个学校入围的是28号，接下来是33号的同学们，恭喜你们。下一个学校是34号，恭喜你们。OK， 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个今天入围的学校是35号 ，OK， 谢谢你们。OK， 各位同学，最后这个是我们今天入围初赛的，那明天我们有第二阶段的比赛，请你们就是要配合一下我们的主办单位，然后继续的来完成明天的比赛。各位同学，你们要谢谢你们的老师，还有你们学校，我觉得很多人的努力才会让你们有一个机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最好的表现，恭喜你们，然后也希望你们有一个愉快的一天，谢谢。